所以从109年开始，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个手册，然后我看应该是110年这一年，我们有去我们的，因为我们109年做一个案子，然后110年的时候，我就带大家看我们做的案子，那个阴山庙，像我跟你们有约认识过哈，然后那个阴山庙就是有科铁，下面的，有科铁，对。然后这个有一面墙哈，它没有门牌，然后而且又斜斜的、丑丑的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是什么？然后我就想说，要不要把它弄迷彩？就很没意义，好吧，弄迷彩没意义。我就想到说，哎，其实都有很多的那个标语有没有？然后我就在想说要写什么标语，就问我们馆长跟理事长。结果你们回头看，两位男士中间。有一个终身坚定九二弥陀的角色，对，那个是胡将军当年民国30年在福建漳州啊，然后他到了那边，他觉得说那边有很多很不好的风气，然后他里面写了一些，然后他开头就写致我终身坚定九二弥陀的同志们，然后中间就写了这个，然后他希望这本小册子激励士气，最后也是写。我所能依赖的就是各位忠贞坚定、久而弥笃的同志们啊，所以我们护军也是一样，我们就要依赖各位这个老师啊，然后这个还有各位同学，是我们忠贞坚定、久而弥笃的同好们，好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今天这个是金门很有名的那个叫花贝。好，就是格子有没有？好，灰色。然后他们以前都是拿这个在包东西，就那个金啊，那个手金、方金，所以现在金门它就变成是一个特色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做那个阴山庙的案子的时候，那边刚好他们有这个文创馆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过去说以后参观，或者是公司也，我们以后就是说参观的人哈，我们就是。我这些就是小文创商品，其实我是贩售的。那今天我特别这一双，因为只有一双，我就不能送。这我要送两位老师，一人一双。好，这个袜子非常好。袜子，好，袜子。对，这一双送公司也送给我老师，这双的花费一万送给我。好，很漂亮啊、哦，袜子。然后那个是有伸缩的 ，one size 是 OK 的哈。啊，这个我要留着，要留着讲课用，因为这个颜色，花贝，好，那这个是很有名的王明刚老师，王明刚老师知道哈，我们后面那个公司也就他是我的哈，谢谢，这王明刚老师的石敢当，你在金门看到的品质应该是这个是最好，然后这个是手机，不用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你们在外面有看到我们有个笔筒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你要放笔筒，对，笔筒啊，这是金门的特色。所以呢，刚刚陈光建老师有说，你们明月作品也许可以做这样。因为好像是谁有把它组合回去变你嘛哈，一个灯后面说，哎，很像这个。我们一直想说，哎，然后这个有大的有小的，小的他放了一个牙签哦，这样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公司也有很多种啊。我在金门，我就挑比较看起来品质啊，哈、哦，比较好的，因为金门有很多不是，就是品质也是金门那么好这样子，好。然后这几本手册哈，就是我们这几次有，哎，像我们去年哈运气很好，大胆岛有开放，今年就没有哦，今年就没开放，我预估明年也不会开放，所以我们去年真的是，我们就是一有机会就赶快去，而且我们去年运气超好。因为我们11月16号登岛，你想想看，11月怎么可能还去登岛，对不对？哈，登太大，就是因为他们第一个，他们去年很晚才开放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申请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申请的时候哈，我还被那个接电话小姐骂了一下，你现在才申请，我要2个月前就要来申请，我说啊。是哦，怎么办？我想说糟糕了，我们直接已经信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这样怎么办？那我们出公文还是怎么样？哈，然后我就说，那好，我问他一下，我跟他，我问他一下。他一听到我们去测了，他就有点小紧张了。我跟他说，我就因为胡连出去青年馆，哎，他就听到胡连教育两个字了，听到这个重点了哈，然后就赶快叫他课长来，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就帮我们稍微安排了一下。那我就配合他们的时间。
然后我们的一个团真的蛮好的，去了大阪岛，很难忘的一个回忆。然后，怎么样？很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哈！因为我挑的都比较跟一般比较，这边还有麻花哈，跟一般那个旅行团会带你们去买的不太一样。对，一口酥也很好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请，我们现在邀请那个曾凤显陈老师跟我们说几句话好吗？热烈掌声欢迎。哦，今天跟同乐会一样。